大家好，我是李逍遥的亲妹妹李瑶瑶的扮演者吴美丽。那明星反转起来究竟有多惊艳？你们眼中的吴磊是寸头硬汉还是阳光奶狗？可实际上的磊磊却是……大家好，我是李逍遥的亲妹妹李瑶瑶的扮演者吴美丽。你看我聪明伶俐，可爱大方，这个呢秒杀我们剧所有女主角啊！痛死我了！炸门了，你想？拜拜。我真是秒杀一线女主角，让人移不开眼啊！同样硬汉代表的王嘉尔穿女装游行来比女生还好看。果然，女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。大哥，这是逐渐上瘾了吧？魏大勋白雪公主的扮相更是让人刮目相看。我的皮肤像雪一样白，我的嘴唇像雪一样红，我的头发像乌木一样黑，但是现在有金色的阳光照在了我的头上，是王子给予我的阳光，然后使我的头发变得发黄。我的美令人羡慕，遭人嫉妒，让人憎恶。兰如啊，快给我一个毒苹果。演员有时候为了演戏也是够拼的。你最正，喷香水如芙蓉。你最正，喷香水个个红。马明安啊，我们还是好好演警察吧。高位碰上铁门槛，这火花不要太耀眼。小姐，老爷不放心，非让我跟小松子陪着。对啊，老爷吩咐了，说小姐路上累了渴了，怕没人照顾，而且宫里人生地不熟的，所以我们俩就立刻过来了。怎么长这样？一直问的啊！讨厌！这谁看谁不迷糊啊！成龙大哥，这是真人版的金刚芭比吧？哎，娘！哎呦！简直是把十万个冷笑话里的哪吒抠出来了。对比起来，吴先煦这个简直就是天仙下凡，真实的女装大佬呀。好清秀的姑娘。